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燕蓉老师。那么今天是6月29号，那原本我是在6月30号是在非凡最后一天录影，那之后呢会移到我们摩尔投顾的 YouTube 频道的这个这播出为大家来做一个服务。那因为明天啊6月30号那么有一点失事，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赶回来录影，所以呢我今天是以最后一天录影的一个形态来跟大家见面哦。那当然我想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会员朋友不用担心，就算明天我有一点点失事，那我也会盯着盘面，该买该卖，我还是会为会员朋友做一个把关。那节目首先一开始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看到这里，好，这个是我在7月份哦，非凡新闻台58台来连线哦。那么我们排的是礼拜二、礼拜三跟礼拜五，都是在11点多，也欢迎大家锁定，或者您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关键字，那么股市 A 指标或者是 A 指标都可以，陈彦蓉分析师，你就会看得到我的影片，每天晚上7点钟首播哦。也欢迎旧与新知好朋友们来告诉大家，那么一起来跟彦蓉老师一起来抢钱哦。好，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今天节目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当6月15、16，我告诉你大盘是在高点了，我说你要严选股票，你要小心保守。很多人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可能不敢玩了，也不敢赚了。但是我带领会员朋友，从6月15号到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档接着一档，资金没有假期，因为资金只有一套，所以一定要有买有卖，有买有卖，一档接一档。那到目前为止呢，操作3档股票，那么价差呢超过40%以上，价差超过40%以上，五郎五婚，见者有份，这样知道意思吗？我怎么做的？我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我想这个是6月15号，这个是在这个位阶，大盘在高点，我说你要小心保守，大盘要拉回，哎，果然拉回。当大盘拉回验证了，但是很多人报错股票赔钱的，但是彦蓉老师把资金转到哪里？云品，云品带会员朋友转进云品，过了4个营业日之后呢，拉了30%上来。那接着在这个130当天，好，前一天跟130当天，也就是在这个6月20号、21号的时候呢，我带领会员朋友转进的是谁？转进的是大禹资，在这一天，大禹资买进之后呢，报2个营业日呢，拉到112.5的当天以及隔天开盘附近呢，全数的获利出场。全数的获利出场，那证据在哪里？这个是我们买卖的call讯哦。那当然有这样做才可以这样讲哦。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会员朋友知道，主管机关也知道。这是6月15号的云品买在97附近哦，6月16再买。那我的call讯最特殊的地方是告诉你说，你当天想卖，好，那么你隔天，你当天想卖，卖在哪里？你在明天卖会卖在哪里？你波段想卖要卖在哪里？结果来到130哎。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知道一档股票没有3成、5成的空间，我是不会带你去做的。短线至少也有20%，我最近做的都是超过20%的。那这个是在6月20、21卖出的记录。好，那么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一天，这一天是20，这天21，卖完之后呢，剩下多少？剩下90，剩下这个地方，反正就是连续杀回来就对了。那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原品的部分也是卖完就跌下来的，好，跌下来在12几出的，剩下90出头，剩90出头。那大禹资的部分买进的call讯在这里，20号跟21号，就是出完原品之后呢，就接着买。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大禹资的话呢，买在差不多是88块到91.5之间，连续2天的买进。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卖出的证据在这里，连续2天的卖出，27号、28号。那么28号9点零一分，看到没有成交，赶快改价，9点23分，然后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那么所以呢，这2档股票，所以我说哦，改变人生需要多久？改变命运需要多久的时间？可能10天的时间，你就发现真的完全不同哦，口袋重量不同，心情的一个写照不一样。100万，那么大禹资云品加起来大概可以赚45万以上，那么1000万，那么这2档加起来大概可以赚450万以上，就10天的时间而已。那当然包括大禹资是买在这里，然后卖在这个地方附近，那一样一档股票，为什么你赚不到？你可能买在这里呀、啊，你可能买在这里呀、啊，所以呢，一档股票你买太早，那结果你杀低了。人家在获利，哎，你可能在求解套，你受不了，你就卖掉了，是不是？那或者说你买太晚，哎，获利的列车过站了不停，所以呢，恰如其分，彦蓉老师就是买在这里，然后卖在这个地方。好，你相信了再来哦。当然，我做的这么棒，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啦，很多人不相信啦，没有跟你设飞镖，一档接一档，持股集中的，
燕蓉老师若不是骗子，燕蓉就可能是你的贵人，这样知道意思吗？欢迎你跟上我的脚步，燕蓉老师会尽最大力量来协助大家。好，那包括这个地方的话呢，我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一定预告6月20号的预告。当然如果你有加入我的 LINE 粉丝团的话呢，有留贴图的，你在6月19号你就看到这个大禹之的，你可以领先来做教哦。好，所以如果还不是我 LINE 朋友的，现在加进来记得留贴图给我。好，那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哦，连续一个礼拜跟你预告6月小天王标股，这是大禹之没有错。所以燕蓉老师给你的股票真的有那一档股票了，你不要想太多哦。好，那当然我现在要转进的是什么？雄狮第二微转标股。那么在昨天买进去之后呢，两天又拉了8%上来，又拉了8%上来。为什么要讲雄狮第二？因为雄狮本尊呢，我在三月份的时候预告啊，20天呢涨了70%。涨了70%，所以我现在复制的就是这个雄狮第二，雄狮第二，把握这个机会一定要跟上，才刚开始而已。这个是分线啊，好，这是分线。好，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如何在半个月赚40%？刚刚已经说明过了，所以我们有个感恩回馈的活动，感谢老天爷让我发明 A 指标啊。那么两个月前的一个操作，那么五月初的操作，那么这是半个月，好，最近半个月操作，几动加几动，好，半个月真的40%以上，雄狮第二微转标股，感恩回馈。欢迎大家现在打电话进来，好，大哥大姐打电话进来，或是好朋友们可以加赖进来留言128+1来跟上这档标股哦。好，那当然为什么你一定要加我的好朋友，为什么要订阅我的影片？因为你订阅我的影片，你会知道我的动态。那么甚至呢，你加我的好朋友的话呢，9点钟之前，每天早上9点钟之前，我会跟你分享标股。那记得加赖进来之后要留贴图互动哦，或是留777+1做互动才看得到标股哦。好，那这个标股就是雄狮第二微转标股，那么 A 指标数据创高点，转折出现。所以为什么最近我的股票真的是资金没有架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行情这个不能等。你买股票的话，大盘在整理的时候或是下跌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你会怕，所以我就买转折，转折要攻击我才进场。所以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就是这一个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就是我拥有这个工具，欢迎大家现在呢就加赖进来。那么登记雄狮第二加一，这档股票目前为止所介绍的这档 CP 值最高有70%以上，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大哥大姐们记得打电话进来哦。好，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呢，雄狮第二，雄狮本尊20天拉70%的，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那大盘的部分哦，那么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说会拉回？因为 A 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上次4月17号我也先提醒了。是不是？那现在为什么我说下周会大震荡？为什么我说要扩底，真的拉回来？因为这个现象，这个是会扩底。那另外的话呢，特别注意哦。我上次在去年10月底，我说要大涨3000点，结果涨了4000点，因为周线上这个现象。那你看日线是2次0.04嘛，周线上2次0.07，你要小心。最重点是转折。那么17050如果站不上去，好，假设站不上去，你要特别注意，下周一定会大震荡，你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但是呢，在这段拉回，我依然半个月时间不到，我可以让你赚40%。所以呢，就算这一次大震荡，我依然要让我的会员朋友，让我的粉丝朋友们拥有不一样的一个获利机会。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加赖进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哦。好，我想这边的话呢，来看哦，那么夏都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就是这个逻辑观念。好，那么这个现象，然后这个现象就低点，还有呢，包括在整个位阶上呢，大禹之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逻辑观念。所以为什么知道买？因为看到这个现象是低点。为什么知道卖？因为数据已经拉到前面高点，就这么简单啦。所以我带会员朋友高卖，每一次的操作都是有凭有据。所以半个月40%不是梦想，不是胡说八道，真正办得到，因为我办到了，感恩回馈。也欢迎大家来跟上雄狮第二微转标股，大哥大姐们一定要记得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记得加赖进来留言128+1，这档标股我认为有70%以上的空间，有70%的空间，把握这个机会。好 ，CP 值非常的高。当大盘在重挫，一路重挫，在大震荡的时候，人家系安全带的时候没有系上，你早就系上安全带，而且大赚了，就是这个感觉，这样知道吗？把握这个机会，今天一定要跟我们联络哦。好，那我想这边的话呢，包括长荣、航泰啦、顺耀啦，还有呢就是华子啦，还有华荣啦，都是 A 指标数据创高点。好，如果回撤这个能守住，有没有？回撤这个守住，还有呢顺耀都是一样。还有长荣航泰，那当然我在追踪股票哦。那么我不是看一天两天的，那我也不是叫你马上去买，我一定是看转折，马上要发动的。就像最近你看到的云品，好，你看到了，包括在这个云品做完做大禹之啦，大禹之做完做谁？做雄狮第二微转标股，就是转折出现才做。所以你不要自己急着先去乱买，这样知道意思吗？跟着我的脚步，
好，彦蓉老师会让你买在起涨点，而且呢，就算大盘不好，那么我们杜小月一档股票都有两成以上，我是选这种股票才让你进场的，所以我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翻身的，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这种股票真的很难找，那我们找到了。好，所以你看到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熊市第二微转标股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哦、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技术线型非常漂亮，最重点是做的是一个压空行情，目标在七成以上，熊市第二加一，好，记得留言来助文哦，大哥大姐们要打电话来助文，记得，然后呢好朋友们、哦、习惯用这个软体的，那么可以用 LINE ID 搜寻或刷 QR Code 进来留言熊市第二加一，好，这个有七成以上，一定要来把握。好，那么最近两个月的一个操作幅度一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现象，所以彦蓉老师给你的操作就是有幅度，该大赚的时候给你大赚，好，给你大赚，然后呢，该给你速度的时候给你速度。云品，好，那么报三天就是三成，就三成。好，那当然最重点是包括大禹资的部分，那么云品做完就做了这个大禹资，好，那么主要是买在这个转折点。好，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太早进场，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套牢了，人家的获利你求解套，那太晚进场，那么获利的列车过站了不停，那别人全身而退，你反而接到最后一棒，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半个月四成真的办到了，感恩回馈，一档接一档，那么四成以上我们真的办到了，感恩回馈，欢迎大家现在呢就加入彦蓉老师的行列，那么下周一之后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YouTube 影片来继续来收看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进行到这，预祝大家操作顺利，谢谢，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